嘿，两位，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，哦，毕业倒数。毕业倒数。几天？几天？我查一下。什么查一下？不用算吧，就这礼拜四啊，这三天呢、啊？三天。对，三天，很难吗？真的蛮难的。最好了。我现在这些忘记我已经我有点忘记日期。如果把这镜头对到我这边，虽然说这个是，我已经有点忘记日期了。6月1号很难记得吗？哦，很难呢。最好了。